OK， 这名额只有四个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也很喜欢，因为你的声音又一次就让我觉得更好。你不觉得蛮好的吗？什么东西蛮好的？张世瑞。好，你喜欢就喜欢呀。喜欢，但是只有四个名额。我有可能选张世瑞，我很喜欢他。希望你选。但我还没有决定，我要看看。真的，我真的希望。唐汉霄跟孟楠。我想问一下，姐跟你们选的是谁？其实我真的对张世瑞兴趣很大。有请下一组唱作人，下面再次请出陈立队长，做出你的选择。我喜欢的这个人，张世瑞。Yep， 恭喜张世瑞进入陈立战队。我喜欢你的声音，虽然你爱的是嘉儿。最开心的就是张书蕾还能留在这个比赛里面，不管他去哪一个队，我都非常开心。